朱月，朱月，你让我这是免费自习室，想来就来，人生招呼都不打。这风这么大，你也不怕着凉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是我的店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上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擅自上来。那这个游戏是必输了。对。那为什么让我玩？看你不顺眼。看我干嘛？你向日葵啊？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滚，被你揍了，出去。 手机没了，开门啊！出来，给你一分钟。我现在穿着睡衣，我总不可能跳下去。换好衣服跳下去。喂，小学生，就是小学生水平。要后悔嫁狗，不被人看见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脑袋让人挤了吧你？还给我。来，干点活。 让你走了吗？我回去怎么了？那你别回去。你站住！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。是你师父。 好吧。来，快点，你来接我吧。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呗。 活动我都经过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是哪里？哪呀？能不能好好聊天？ 我是你的底气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是你的底气。